在近来的研究发现到，石斑鱼的体表的黏液上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抗菌蛋白哦，不但能够有效的杀死阴道里面的滴虫、白色念珠菌等等的菌类，还能够裂解细胞的这样的纤维细胞瘤。而这种的抗菌蛋白，未来渴望就可以应用在卫生用品上，可以治疗阴道发炎，甚至是还有可能可以制成癌症的贴片，治疗比较表浅的皮肤癌呢。